嗨，大家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这个 OOTD 了。今天穿了一件奶蓝色的上衣，然后下面穿了一条灯芯绒的裤子，然后里面穿了一件打底，然后正在去上班啦。今天又是奶奶的一天。吃晚饭吗？不吃呀。哦，这就是你的晚饭了。